对吗？是自己毛躁吗？我的头发在这里做出来的话，是自己毛躁吗？随便你跟谁说。我说了，你只点了两个菜，你没有点三个。弄个头发叫点菜，自己弄出来，自己弄出来就说毛躁。我的头发前天在这里弄的，就说我的头发自己毛躁的，要求改，不停的加价加价。啊，老板的就是那个嘴脸呐、啊，他就这样子做生意的呀，没办法，感觉自己很牛。钱还要这样子办，头发没做好，就看一下嘛，来嘛。反正你们上沙发怎样？对呀、啊，就看一下嘛，你看他就这样子嘛。标价是388，我当时给了500，可以多一点钱，你帮我把头发做好就行了嘛。还是做胶了，做胶了，我回去找他，态度好嚣张，好嚣张的，又要叫我加钱，还要这样子被他谩骂。你看说那些多难听的话，他说做500块钱只有穷人才做的，在我这里做头发都是1000多2000多大把了，就这样子。